姐，我们又来吃冒菜，自己做的麻辣冒菜。好好吃，这个菜好嫩。拜拜。碎碎鸭，这个是酱，类似于酱板鸭，然后他把上面的肉全部都拆下来了，就没，基本上没有骨头，这一包现做现发的哈，保质期的话呢是38天，看全是肉。带一点点骨头。这个用来当追剧小零食是最好的，有微辣跟重辣两种口味。
一定要多嚼一嚼，越嚼越香。推荐大家拍微辣就可以了，重辣非常辣。它微辣里面就是有带辣味的，而且香香的，很好吃。好吃，现在夏天了，有的时候不想出门，在家里吹着空调，看看电视，吃再来一个这个的，完美。真的有嚼劲，这个就是越嚼越香，越嚼越香。